我们等一下会请我们的演奏家以南管的那个演奏方式来呈现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音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就是慢慢的音乐就是一种表演艺术，他们怎么样去表达出一个南管演奏这种整个风格格调，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作曲家所想要表达的。那我们现在不多说，他们已经开始表演了，谢谢。
宣布我们休息15分钟，谢谢。